我操，这么狠啊！正在搜寻敌人。完了，我怎么是这个扫描啊？出事了，我是扫描。我应该扔个球的，我忘记扔了，至少老师忘了。还先换回来吧，这智能兵还没扫描兵没怎么搞清楚。章鱼在哪里啊？章鱼，章鱼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复活的？等我跳呀！你在那个上面不能复活的，我开了个船。我叫了之后。不要，不行。大家在那个这个上，我开了个船。Alpha 一受到攻击，去你姥姥的！不是我去你姥姥的，这怎么了？啊，没事。好了好了，前面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卡住了我。没事，坦克打不到我，我直接迂回。友军正在攻击二八二，再进小巷子啊！兵力都减少了，再进小巷子。呀！太大了，塞不进去。什么东西在天上卡着了？我操！准备开扫，左边，左边，开扫。好。现在船应该修复了吧？不能再那个，开扫。扫起来，地上还有个人，地上趴这个，地上趴这个。他们正在袭击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哦，对不起，开的有点走路。这个船好像变更新之后变得难开了，好像。倒车。我们刚刚拿下了一个目标。脱离危险！还有人！这个人直接冲在我脸上，这妈太厉害！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目标。来，起来！一个目标遭到攻击。这人怎么会在我脸上呢？哦，有个信标。哦信标，他们可以复活。大哥，你在哪？他这，我在这儿。我上了，准备开中啊！扫荡可以开导弹的，我那可以用导弹的，怎么打？哇操！很爽。这个是打步兵的还是打什么的？快快快快扫快扫！都能打，都能打。这不无敌啊，不怕坦克了呗？我他妈我傻了，这个东西他妈太无敌了呀！这前方坦克，看到了，看到了！哇操 ！RTX 3070嘞，直接枪毙！有人来闯！不是，这玩意儿太离谱了，这能出现在战地里吗？后边坦克，后边坦克，哪里？这前方，这前方。看到了，我先迂回一下，我这 CD 还没好啊，好了。我要冲了啊！火焰也没有，就必死了。没了，用完了，我先溜。
被队友干了。目标已拿下，首先该区域。没被干呀，坦克好像还在呀。没有，被队友炸了。哦，炸了！快扫，快扫，这里全是。休息。过热，过热，过热，过热。休息，休息。不是这个炮有点离谱了，你知道吧？车还好，炮有点离谱，炮略微有些夸张。扫扫扫！我操，这里面全是人！哦哦哦哦哦！六六六六！我操！这你妈这炮起飞啊！这是啊！这比气垫全猛多了！攻占该区域。主要跟气垫上一个。绕圈，绕圈。这个我前面扫的再好一点，这帮人十几个人嗡在那儿，我操！我直接一个叉按下去，我操，全死，全部枪毙。什么东西啊？怎么有导弹？哪来的？哦，操，还有刀。没事没事，我休息了。用手雷。准备开始了，哪个位置人多啊？我看看。呀，有个石头。我操！旁边旁边旁边，这全是，我操！完了，我好像他妈射错了。你是不是射墙上了？哎，我射墙上了，对不起啊，我一下子射墙上了，对不起。左边也全是，这里全是。消消消消，出上了。哎。快跑，先跑！就没了吗？对不起啊，张宇，爽到了！你有机会就再开一辆。好，有机会就再开一辆。来这边趴一趴，没人看得见我们这个位置。人死掉之后，我的球还会在那吗？不会啦，哎，好像还在响，丢丢丢的声音还在响，在。你只要不复活，好像就有。我军正在 Bravo 一交战。完了，有点他妈雨露均沾了，出战了。两个你在哪？我来了。我在顶上。先开吧。我这冲锋枪在上面不太好打，好像。友军部队正在标记不让我一。怎么压不了枪啊？扔球，哎，你说的有道理，确实该扔球的。叫他扔个球。我操，有个坦克在这儿，这你妈还得了了？这还行啦，这还行啦，这还行啦！三、二、一，路见一损坏。我没弹药了，你在哪？啊！为什么开不了伞？
章鱼，你那个博尔特呢？一会儿有队友。哎，刚才复活我在一个。什么？在你后面。哦，这个就是你的。用一下那个 X 键啊，特别爽，巨爽无比。你要不要换一下位置？等一下，我先换。两个盾啊！箭射。哎，当心！我过热了。点吗？这点吗？看到了。哎，没事，我修了。溜了。换个位置啊！这车很狠的呀，巨狠无比的车，最牛逼的载具。但可惜上不去 B 二怎么办？前面有，准备了，开始。炸了！啊，没事，很帅，很帅，这波很帅。这套动作看起来就像是设计好的，全部枪毙。我去后面支持，帮他妈打狙的。什么打狙是吧？打狙！我操！当心！我操！这前方坦克。完了，这没办法了。刚有个无人机过来炸了。我看到个无人机带着 C5 过来了。所有的目标都已占领，这个区域现在又……刚刚那波动作太帅了呀！哎呦，我们又占了，可以，600兵力。看见我了！那一波我操，旋风冲锋、龙卷风啊！你那博尔特是怎么叫的 ？B 里面叫的。啊，就是天天啊。但是我还没到等级没解锁。50级解锁。50级解锁的这个车。呀。攻防者回到战斗中去。敌军已重新集结，占领这个区域才能继续挺进。冲了。操，人有点多。打一个阵。再扔几个球。往前一扔。往这位再一扔，把集火 EMP 那边。底下有狙啊，兄弟们，底下有个狙 ，SVK。友军正在标记查理。我来，点就炸了。帝国神话还显示1小时要解锁，就6点钟呀，应该是6点，没错的。准确时间应该是6点整。太激烈了！可以救我，可以救我！无人机！完了！卡墙里了！我还在给我自己打针，我。不需要医疗援助。对，现在应该是不到1小时。座位已满，战斗中。友军正在查理二交战。你觉得新的驱动帧数变高了吗？变高了呀。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可能我的卡不太好，所以有优化。呀，这个。这个船要是上面有位置，我直接一个 C5 把这坦克炸了。这，来，
啊，操，我刚出去。先看，等一下。待会儿去找你。我杀了。友军正在目标查理二交战。左边，左边，左边。在很外围了，再绕一圈再看看。这前方，这前方看，我操，这发有点猛，开扫！啊啊啊！怎么好像？怎么没有什么威力了？为什么？是他血比较厚吗？好像被打中了。但我插按进就插已经按出来了呀，难道是离得太远了？他就掉了四十几血。我打的炮了，友军正在查理一交战。因为我看他很远处打了一发，我有点急了，我想早点打算了。已经占领了查理二。好像还是不适合硬干这种正装甲的坦克，干干这种小型载具，什么车啊、船啊这种应该还可以，或者博尔特对轰，其实还行。对轰坦克好像满血就比较难弄，残血还行。友军正在肃清目标，查理一。张宇，你不会在等那个坦克吧？我操，怎么全是雷啊？更新了，更新就有一些 bug 修复了。不需要医疗援助。就之前不是那个球移除了吧，侦测球移除了，说是有 bug， 现在好像又加回来了。我操，我又看到你开出来了，妈真猛。就是。哎，顶起来了！哎哎哎！啊我在等随机。他为什么把我们顶起来了？不知道呀，凭啥呀？我操，顶起来我枪都打不了，我操！你我手话待会要问云哥，他玩哪个区？要问云哥呢？要问泰师。哇操！这老硬币也太夸张了，有点。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老硬币。冲啊，兄弟们！有球。载人。
旁边有个博尔特。得鬼！你来帮我！我来重启一下就好了，昨天六八好了。我操，太离谱了这个人。稍等，换子弹。外头有敌人。操，还有个船。不需要支援。帝国神话一般是练到十六级然后再会转服。应该是一开始先选个 PVE 啊。感谢 Week 送的光卡，谢谢老板。快拿 C！ 先开个船吧。扫开扫，全死人全死人，坦克坦克坦克，这被扫下来了，我这被打下来了。内马尔到那个 F2 你妈，完了这他妈有点急。车后面全是人，车后面全是人。敌军正在查理一交战。前方的麦尔，就前方。哇操！这一波我操太极限了，兄弟们，自己还活下来了，不是自爆兵了，还活下来了。前方坦克站下来了，站下来了，兄弟们。我这个绝对是兰博啊，兄弟们，绝对兰博啊，终极大兰博。终极大 C 位哦 ，C 位被老 NP 干了 ，C 位，背后 ，C 位死了。这是敌人最后的区域，他们必将负隅顽抗。中了，兄弟们，最后一个点了。兰博倒了，没办法，兰博倒了，确实没办法。最后这个点在山上，这山上这个点不太好攻啊，有点难弄的。逃离那边，就是逃离，又是逃离。你们要去你们船的接钢。中，还有一个危险。球能不能收回的？不行，不能。我要跑过头了。开始购买是六点整。为什么？我操，这还有个坦克！我操，我得缩一缩，兄弟。哇操！有人看到我了。我慢慢的接近这个坦克，这个坦克并不知道我，正不知道我，他肯定不知道我。我要趁这段时间直接给他毙了。一颗，两颗，三颗，炸！
线，兄弟们，最后一秒，哇操，差一点点我这一波就送了，还好我操，我的太极限了，最后一秒钟，哎呦，我又是兰博，大兰博，这时间算得太妙了，兄弟们，就正正好好一秒，手指按下的那一刻，我跟他同归于尽了，作为一百。有立功了呀，我为什么下不来啊？下来了。你说逃兵跟英雄就只差一步啊，真的就只差一步，很微妙，它很微妙，非常微妙。扔一个球，这位再扔一个。小鸟得搞一搞，那小鸟在点里乱炸，我操！拿个 A， 我忍不住了。飞机他妈乱开是吧？我操！喜欢飞机乱开，喜欢飞机乱开。为什么不能锁它？哎，为什么开不了啊？这个防空好像这个 AA 只能打那个天上锁定才行，不锁定是射不出去的。被冲了，我就往地里冲，地里不冲没了。啊！这哪来的一颗雷呀、啊？这完了，我卡复活了！别搞我呀，这游戏我快赢了，你给我卡复活了。ESC 什么的，有人会好。友军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资源。不是，这不搞我心态吧？你这修复是修复了个屁呀、啊，2042。啊！你不修复了吗？我操，这搞我心态呀、啊！这是在。躺在这儿看别人，哎，楼梯上有三个人，三个敌人，楼梯上很多人，都在那个中间那个房子里，右边那个楼梯那边底下有两个人，啊，底下两个，他架着外面的窗户，好吧。还有服务器强制让我躺平的，反复点 yes。我操，真离谱啊！这，我死完之后就变成，死完之后就变成一个监控摄像，监控摄像头。完了，我们还有多少点啊，张宇？380。还有300多点。退了吗？我没退。
腿了吧？哎呦，这太恶心人！我打了大半天了，这更新了个寂寞。对啊，这更新个屁啊！这么恶心的 bug 不更新，你更新个球啊！我的，啊，他确实更新了个球。不，张涵予，你碰到这种 bug 有没有成功卡出来过的？就 NESC 卡住了两个。ESC 继续 ，ESC 继续啊！就 ESC 空格 ，ESC 空格。就那个长按。废了吧，要不然。还有兄弟说屏幕右下角有提示的，我真服了。操！他就是 bug， 退了吧，退了，我退了。这游戏还是恶心人，我怎么有这种的？主要我觉得我前面这一波精彩操作很宝贵啊，真的。我们小队排名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啊，跟张涵予关系，前面还杀了这么多人，枪毙了这么多选手，一个队伍里的兰博就这么退出了游戏，因为 bug。我的个天哪，不是，我退出之后黑屏了，是什么意思啊？手机，你们都出来了？出来了。我黑屏了，我重新进吧。真是他妈更新了个寂寞。你就是因为这个退款了？实话实说，这个真的挺恶心的，这个比你枪改不了都要恶心。一开始你说那个枪不能换枪也就算了，他给你整一个，你这人不能复活，就躺地上看着，你要么选择退，要么就在地上看着，这也他妈太蠢了，这不搞人心态吗？这，所以现在人家说是这样的，光环这个游戏出了多人游戏的免费版，就是为了收留 COD 和战地的伤心男孩，收留 COD 和2042的伤心男孩，收留伤心男孩，很伤心。他是关键更新了 1.4 个 G， 这个大更新都官服，就停服维护的一个更新，居然 EA 这么大一个公司连这一个小 bug 都修复不好，我觉得有点离谱的。可能就更新了球吧。而且这个 bug 讲道理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不是说这一次新弄出来的，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了，他居然还有，到现在没修复，就更新了个球。我他妈真的，哎呦！玛利亚·法尔克前来报道。要是在里面能够杀人啊，我是一直觉得一个游戏评判它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你在里面能不能杀别人。如果你进去是被别人狂干的，那这游戏就不好玩。如果这游戏进去你能乱干别人的，这游戏就是个好游戏。你不要管它游戏品质怎么样。有什么话可以买啦，看一下。我先买上吧，但我买这个玩今天没法进去玩了，待会晚上还有事儿呢。买先买了吧。哦，可以买了，88块，为自己购买，首发9折。继续。下载会不会服务器被挤爆掉？
怎么还没跳转呢？有了，安装。那这是什么？下载完就能进去玩啦？47个G。乔乐子还说60个G，乔乐子。4几个G，乔乐子快下起来，乔乐子，喂，乔乐子。什么意思啊？南孚待会云哥会说的，云哥6点半来会说的，好吧？这是什么网速啊？160KB。哦，下载这个起来了，25、33、40、46，哎呦，好像还行吧，51、48，啊，这还行，这还行，让它放下下载吧，51啊，可以，11分钟。更新了港服。什么更新了港服啊？这些服系只有港服修复了，没有加新加了港哦，新加了港服，原本是只有日服，对，日服和新加服。敌方正在攻击阿尔法一。然后修复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修复一些不重要的。阿星那个重置版好像不太灵呀，他这个修复就是把所有的多边形变成了一个圆。之前不是有张截图嘛，一个那个甜甜圈店旁边有个螺丝，螺丝甜甜圈店，那个甜甜圈就是甜甜圈店的名字叫螺丝甜甜圈店，招牌上面有个螺丝，然后他这个重置了之后，那个螺丝变成圆的了，一个棱角都没了。评价好像蛮差的。光环好像是12号。我买界面打不开，可能人太多啦。他们正在袭击我们的一个目标。还想救人是吧？完了，被小野猫干了。在下载啦，在下载，刚已经下载了，一级。完了，我他妈没带贴片。突然出来两个人，我有一个目标遭到攻击，不需要医疗援助。出事儿啦！我们失去了对阿尔法二的控制。A 一怎么也没了？先救一下这个兄弟。你会没事。兄弟不会死了吧？救我！啊，你又死了！他们已控制一个目标。不是我们正在肃清阿尔法二。兄弟，你还放了吧这？再来发，估计就必须死了。
医疗援助。我他妈忍不了了，我操！兄弟，这我觉得我反应过慢了。我操！你们这两兄弟是菜瓜头子，他妈开聚会了是吧？我觉得这两波我都没了，我都满了，结果满的比我还厉害。我操你！不需要医疗援助。别！防盾牌他无敌的。哎呦我操！就盾牌打在你脸上，你直接暴毙。完了，我要死了。怎么没血了？出事了！远点，别过来！快，能不能救一下？有没有兄弟救一下？需要救助！我需要支援。三个人都躺在地上，我操！哎，要是没了，攻不过去了。小鸟冲我来了！太多了，兄弟，别都挤在这儿，兄弟。我让你拿盾。我看我还有几分钟，七分钟，兄弟们还有七分钟，乖。会不会七分钟进去发现游戏不能进啊？服务器还没开，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张宇，你那个坦克没开出来吗？包着包载具上，上不出来是吧？对，来，你那个游戏下载好了是吗？还有七分钟啊！现在能下载吗？现在不能下载是吧？可以下，可以买呀。我的时候还有七分钟了，我已经下了呀。哦，现在可以买，对，我看到。买上就直接下了呀。买。我刚才显示还不能买了。大家就死了。阿尔法一受到攻击。换这个石头，换这个石头。这石头他妈的乱打人。打打侧面，可以打侧面。完了。这旁边的队友没看吗？应该左边扔个球，右边扔个球。别来救我！
张宇，你叫载具了吗？那杰夫，杰夫。敌军袭击了我们的一个目标。加油！全是人，全是人。前面。那种。打他前面，前面，前面。跑不掉了，气也用掉了，那个车好像炸的差不多了，就是一点点血。不是，我跟你们说一声，我在 YY 里，这游戏我也在下载，我待会儿我就下了，好吧？我跟云哥说一声，因为很多人在刷，因为我进去之后我也不知道进哪个服务器，因为要听太师的，好吧？我先下了，但是云哥没跟我说他今天要早来，那我就先下了，我跟云哥微信说一声，我说大家都想看，好吧？让他早点来，但是云哥自己有没有事情我不知道，好吧？因为我看太多兄弟在刷了。救不了你啊，兄弟。我还有六分钟啊，速度有点慢，我先下了啊，我先下，我跟云哥说一声，好吧，拜拜，明天见。